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 Game HK， 上集就话想用东吴啊嘛，咁啊，今集我哋就玩玩啊大乔啦，横掂开咗佢嗱，而家咧就系普通服装嚟嘅，跟住日常服就系咁样啦。你中唔中意啊？俊呢、這个样好似酒楼部长咁、啊，喂，你睇下佢背脊嗰个熊猫，好得意啊！系、哦。咁可爱噶嘛？以前有啲咁嘅衫啊，原来已经嗱，跟住咧 DLC 有个叫做小南校园偶像套装，就系咁个样嘅。嗱，就当然有 DLC， 我哋今集就用佢嚟玩好嘛。一于就用呢个啦。咦，你留意下佢裙边嗰两个吊饰啊，系 PlayStation 嗰个三角圆圈交叉正方嚟噶。咦，系咁都俾你留意到。好，我哋出发，一嚟就开个会先。周瑜。你这都是纸上谈兵啊，你这些计策老夫觉得完全不切实际。请您想想程普大人，如果我们只是袖手旁观，袁术他的势力还会不断的扩大。哦，所以要在被吃掉之前先把他干掉，把他的地盘给抢过来，对吧周瑜？主公，您知道什么叫做有勇无谋吗？宣插咁样俾人闹一闹添，而且他是有能力收服人心、振奋士气的，应该利用这些优势，让天下知道江东有孙吴在此。而现在就是唯一的时机了。后生小辈的口气可真不小啊！今天就到此为止吧，明天我再请大家来各抒己见。哎，散会了，好彩唔使 OT 啊！程普大人，唔好嬲啦。喂，而家啲天下都系下一代噶啦。喂，你说的有点过火了吧？我觉得周瑜刚刚说的也很有道理啊。道理是有的。但是他的热情盖过了道理，有点才气的年轻人总是这样，所以必须得累一累缰绳了。原来如此。其实每间公司都有啲老屎忽嘅，不过程普是好人嚟，我知道。看样子目前还是需要我们来示范一下什么叫做战斗。嗯，袁术那边已经谈好了，孙策，接下来要怎么做都是你的自由。咪知点解阿大乔唔喺度嘅？但孙尚香就喺度。嗯，谢谢你，周瑜。各位准备好了吗？接下来我们要平定江东吴地，建立孙家的地盘。你话准备好未，阿俊？去开工啦噃！升职上位靠金铺啦！全体上香。周瑜、程普、黄盖、韩当，希望你们能助我一臂之力。此战的关键是一定要快，必须火速压制敌阵，不能给敌人反击的时间。要快攻喎，啱晒我哋啊！我哋最中意咧，大军未到，自己先到，自己去咗先。时间一久，补给和战力都会陷入不利。必须集中战斗力，一口气决出胜负。此外，今天有新人想介绍给大家认识，都进来吧。你介绍个老婆俾大家识啦。这两位是周泰和吕蒙，他们都很有本领。愿意加入我军。我乃周幼平。咩老婆？呢两个男人嚟嘅。隔篱嗰两个，隔篱嗰两个。我名叫吕子明，今后请各位指点。
你是新人啊，可不要比我引人注目哦。这些倒还好说，不过这两位是……啊，请不啊你了。这不是主公的大乔夫人和周瑜大人的小乔夫人吗？是啊，带埋老婆上阵是很正常的，是不是？有时候这些很闷的嘛，要慰藉下的嘛，整日打仗对着荒山野岭这样。是的，那个就请大家多多关照了。好紧张啊，我们大乔。孙策的妻子乔玄之女，因貌美而与妹妹小乔并称二乔，希望能支持在孙坚去世后成为孙家之主的夫君。带着如此单纯想法的大乔决心踏上战场。好牵强，没有些老婆会这样。好了，老公打仗我又辅助你，我又打埋一份。黐线，我估夹硬嚟嘅真系。各位一起加油吧。什么？孙策大人竟打算带他们两位一起去？以前打仗呢是真系将军有权带埋老婆去嘅，但其他啲士兵仔就冇啦。这一点我也问过很多次了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，孙策？没事，他们都表示要跟随我们，而且你应该也能理解吧，周瑜。默默等待是多么的辛苦。我们绝不会给大家添麻烦，一定会努力奋战。我们也是身经百战了。没办法呀，还请不要太过勉强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走吧。一定要让孙家的名号响彻天下。看来真的可以开工了，讲了很久了这个早会。你今天也特别可爱啊，大乔。哎，还没，要跟老婆聊聊天。孙策大人，真是的，您不要取笑我了。是啊，为什么你换这套衫出来的呢？想着去表演做啦啦队。才不是取笑你呢，江东二乔可是人尽皆知的姐妹花，能娶到你我真是太幸福了。大乔，莫非你在发抖？是的，说实话我害怕战斗。看来啊，大乔这个角色是真的很害怕的，不知道用他会怎样呢？别担心，我一定会保护你的。是不是的？我应该看你的表现先啊，孙策。而且有你在身边我也会加倍努力，无论对手是谁我都能所向披靡。孙策大人，我明白了，无论天涯海角我都会追随孙策大人。哎，来了，拿武器了，大家都。咦，我们用的武器是不是线啊？大家跟我来，有啊，我们要七百人，跟大队平定江东，翻工了，翻工了，去哪里呢？其实看先啊，喂，看啊，小乔把线大一点的，是啊，他多了一些，你是边的？但我觉得很搞笑，这样打仗一起这样跑。大人热啊，我帮你判粮啊。你来觉得啱喎，搵翻阿孙策先，喺后边后边帮我判粮，凉翻啲未啊？喂，仲有花添啊！好行啦，今次个任务咧就系平定江东，而家佢咧就33呢嘅，我哋可以行个近少少嘅掩护侦察部队呢个十级咧做一做先啦，好唔好啊？好啊。头先咩话？孙策话保护我哋噶嘛，系咪啊？我哋企埋一边睇下佢点样打。喂，成堆人喺度啦，已经。望一望，有冇行错位先？应该要落嚟呢度啊。唔打住，走。嗱，我哋咧就去买咗把贵少少嘅线啊，桥尾换一换先。喂，靓少少啦，你金边咁样啦。睇佢哋先。点啊，周瑜啊？嗱，搵翻个老公先，喺边啊？侦察部队见到孙策啦！我们要一边击败敌人，一边冲破石亭。
睇佢点打先，有几威猛。既然是前来侦查，就做得再隐蔽些。佢个武器好有型，我觉得。动作如此明显的侦察队，但系佢喺度做乜嘢？冲过此处，打未啊？睇你表演啊！佢一味喺度挡咗，睇佢本。我自己嚟啦，好烦啊！远啲晒啲人先，远咗一个啫，行远啲先，远啲啲。是将军击溃。我佢散花落劲靓，同埋条裙喺度飘下飘下咧，啲敌将系挂住睇，唔会打其他人咯。都系你嚟啫，阿俊，你冇咁样诋毁呢三个武将喎。不如咁啊，个任务其实就系捐入去嘅，不如捐入去啦，直接入去啦。呢只 game 就系一个最破坏平衡嘅绳索。睇下先，有咩人打入嚟？我哋使唔使开门俾佢啊？都好啊，得长哥，得喂，开门开门，唔系升上去，入嚟啦，各位，开咗门啦，快啲啦，冇人听到我讲嘢嘅，仲挂住打喎，不能屈居人后，老公买咗餸啊，哇，出啊，现在就机会，哇，好多石头啊。试下食嗰个石头，唔知扣几多血先，可唔可以啊？就让我们掉准啲位，我中啦，变咗啦，对唔住啊，我行先一步啦，唔系，冇事，走啦，入去啦。嗱，玩够啦，认真打啦，而家好啦，我打埋呢条友就应该完成呢个任务噶啦。陈横啊，咁啊啱你，用你嚟试招先。好似佢真系跳舞咁噶，你唔好阻住啊！巴米仔啊，巴米阻住咗啊！而家个度好似人哋偷窥咁。阿俊平时做开呢啲嘢噶，诶，你咗系咪啊？挂咗啦，挂咗啦，执翻啲嘢先。几多钱啊？一嚿水，得咁少钱出街嘅？以前啲人系咁噶啦，打仗危险啊，大佬，无啦啦俾人打荷包，好得你咁有钱咩？我冇啊，平时出街咧带信用卡嘅啫。成功完成一个任务，耶！开心跳下舞先，散下花。跟住之后就，喂，下个任务就系与太史慈嘅邂逅，我哋邂逅一下佢咯。一语咁话，背住老公同佢邂逅一下。你的攻防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嚟啦嚟啦，喺呢度啦，应该揾翻太子杰，揾到啦揾到啦！奉刘瑶大人之命，前来击败尔等。我同你邂逅啊，我老公唔喺度啊，佢去咗公干啊，你过嚟啊，屋企冇人啊，家我哋应该去人哋屋企先啱。绝招系空中用嘅，成功啦！再嚟，转头咁啊！真是太厉害了，大乔！请不要再过来了！有大头，有大头，耶、yeah, ，正啦！佢好似咧好惊咁样啊，个招绝招大头刀，喂，认真打，认真打！空中，我起你啦！我有一棵树，有棵树啊！招，花招闪咁真系。我三个系边个嚟噶？隔篱啲兵仔嚟噶咋？冇错啊！招用招急，招急，唔系歪咗噶嘛，师傅，落翻先。请不要再过来啦！打你啊！我过嚟啊！呢班男人，咸湿佬。好中意佢啱啱嗰支招变真系。喂，可以啊！搞掂。死啦！哎，打到晒咸湿佬啦！呢位师兄，佢做乜系咁撞？其实你想翻屋企啫，你唔使冚头埋墙啊嘛！不如我帮一帮你啊！喂，出去啦你，得啦，行啦，拜拜。走到啦，终于。你系咩料先？咩嚟噶？黄玉环，哎，垃圾嚟嘅，走啦！之后睇下老公喺边先。做埋呢个任啦，我哋既然大队都喺呢度啦，诶先，呢个系想攻城啊又，诶真系爬入去咪得咯，要我啊嘛，又唔早讲，得得得得得得，开门啊嘛，我嚟啊，
切咗啲开锁佬嗰啲咁样系。喂喂，打死啊！就能挽回局势。喂，坐翻啲无双技先，开翻门好嘛？开门俾佢哋啦，唔使撞墙撞得咁辛苦哦、啊。睇先啊，诶、欸、有，劈烂个木先，攞把扇，得停，长安。都要将孙策军开门！哎呀，猫猫怼住，吓鬼死啊！好大碌啊！跟住之后做任务啦，诶、哎，有，攞翻啲无双技先。等等啦，等等，大佬等等，走埋佢过嚟噶啦，走翻过嚟。诶、哎，有嘢睇喎！哎呀，我整呢啲嘢嘥鬼晒，嘥晒木头，真系唔环保一啲都。啊，好唔紧要。可能以前咧啲木材咧都算多啊，成街都系木。我差唔多上去噶啦，系咪啊？睇先，诶、欸，上面见到吗？上面喺上面，呢度安全。得啦，见到你啦，落翻住先，攞翻个大将先啦，有名嗰啲。喂，喺边啊？喺你前面，挡住咗。落到啦，终于打佢落去先。哎，啱咪喺下边，喺下边。慢先啊！喂，你想走？你想走？挖佢埋墙角，见到佢云为止。嗱，你匿埋眼啊！我条裙飘下飘下噶，我同你讲。唔系觉得佢头先跳下跳下嗰下咧，好似啲僵尸啊？唔系啩？你咁样话阿大乔，你知唔知好多 fans 嘅佢投诉你噶？喂，咁耐未有三角形啊？喂，有冇啊？哎呀！好，搞掂咗啦，死啦死啦！哎，打第二件，打第二件，继续上，继续上，好忙啊！真是力不能及，哇，好高啊！我不会再反抗了，我愿意。哎，一个已经归顺我哋啦，射火箭呢班人喺我面前射火箭，弹下花先，帮佢吐息啲箭佢。唔系啊，唔系我，走，跟住就见到啦，边度喺度？你佢又系揸线噶喎、啊，喺隔篱我打错人添。啊，你把线咁细把，好啦，搵翻佢先。又系长棍啱晒，住一住，哇，好高，哇，好型啊！挑起佢，再嚟，再咁样，好一半喺空中系咁边，跟住就，打完佢一试下，得唔得啊？唔系，我瞓咗觉，喂，起身去，唔好摆地啦。啊！真系啊！啲临时医院边个请啊？你揾翻嚟噶？唔出粮俾佢啫。饭盒都冇啊！系啊，叉烧饭噶啦。请接受我的投降。无疑，斩杀敌将。搞掂啦！入村先。睇下有冇咩可以搜刮下。冇啊！好穷喎呢度。阴公，村入面都有蒙古包喎、啊。起唔切屋啊！搭翻个咪快啲可以有得瞓咯！喂喂，有人动手咗啦，几快有人开工啦？呢啲咪叫效率咯，唔使登 jobs DB 啦，系咪啊？你睇下几多人上班，快咁多嘅你，瞬间转移。而家又要击破太史慈，一直咁打过去噶，望一望先。平定江东就后边嘅，咁我哋打多次阿太史慈先，系咯，好嘛？等啦嘛，使唔使等埋老东先啊？望一望先，佢喺边啊？里面打紧咯，我哋。哎呀，睇佢表演啫，快啲入去啦！系咪知道我哋头先邂逅咗啊？而家嬲啊！静鸡鸡去会我老婆啊嗱！唔系，系我哋过去揾佢，我哋累咗人啊！打乱敌人的阵脚。唔好啊，唔会嚟嘅，上公唔关佢事噶。好，立刻展开防御阵型。呢个契哥嚟噶咋，冇嘢啊！契哥。系嘢得唔得？喂，行错咗啊，师傅，上翻去先。目标已经确定。哎，我行几步先好烦，系嘛？瓦解其斗志。太史慈，你走啦！走啊！唔好留低度，我三个。要和我战斗的，就是你。打走佢先，佢好似唔知死喎，大佬，我哋成班人马嚟紧啊！喂，晕咗咁滞，喂，落住佢，卡住无双技先。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请不要再过来了！再过来我就打你啊！打咗咯。
鞭佢。唔敢威胁刘瑶大人。上啦！十八，落翻住，落翻住，我好多刺客啊！咁多刺客嘅喂，走啊！救命啦！有刺客啊！唔怪得佢一个喺度啦，原来是阴我哋。再用无双技先，哇26呢真系难打。我食翻粒大力丸。请不要再过来了。刺客差唔多死啦，小心你背脊喎。打翻起佢先，小心你背脊喎。得，冇问题。滴起佢先，你突住几多好喎？转，升起，再嚟。打到佢都冇得还击啊！呢个三个人，三个留咗添，碾死佢！好攰啊，我只手，三个，三个，冇咗又，就开先，唉、哎，唔知要做乜啊！呕烂嗰两碌棍，真系咁喺度挡，救命啦！冇人嚟噶，你都唔，点解得我一个啊？喂！我老公不是说救我的咩？又话睇佢表演，很衰吧？成功了，单少小姐，单少，斩多两根系啦，搞掂，是无法获胜。哇，孙策军究竟强在何处？佢哋咪想就战啊？意志完，战斗的毅力和信念存在差距。哇，好唔好啊？不如我挡住啦，出去挡住走，拜拜。我赢啦，跟住就最后啦，平定江东咁啊，呢个就打埋佢，咁我哋可以玩完呢一关，试一试。诶，有个路标可以近啲。好啦，到啦，到啦。咦喂，有个咩嚟噶？投石车系咪啊？望望先。但佢咁样掉掉得入去嘅咩？这一次，呢个系咩噶？我哋东吴噶系咪啊？紫色噶，自己人嚟噶。喂，望一望啦，喂。我觉得那两个人好大，可以递埋我上去啊！而家顺便啦，系冇啊！中继据点已经被敌人压制，咦下边？这下无法前进。咦唔系，只识人哋噶，我哋睇错咗啊！可以破坏啊！这群饭桶，可以噶，点都得啊！扣紧血啦，我见到，打死佢先，打烂佢。嗯，多啲人嘅，行歪啲先。我们来负责防御吧。做乜嘢啊？呢班人拜神啊！睇下。好虔诚咁啊！佢哋个样系，佢哋喺度请紧旗喎，定系点啊？喂，唔好阻佢哋啊！男人呢啲嘢我唔明啊，真系唔系啩？你唔明？大家都男人嚟嘅啫。无双技，咦？有啱嘢喎，不如爆无双技啦喺度，爆完再食个。遮住咗添，补几嘢，补多啲嘢，散咗，哎，闪啦，都要打呢个人，唔系啊，我哋误会咗，佢哋系神仙嚟嘅，姐姐，唔好意思，对唔住神仙，拜拜，真系，入咗个城里边，唔知系咩，喂，我信唔到，我第一次失手嘅，玩呢个勾，第一次碌翻落嚟，唔知咩事，喺度勾啦，搞掂，就让我们。来负责防御，我就做。喂，呢个位正啊，呢个位正啊。绝不会让。我以为可以靠住佢添。而家未死喂，继续转。啱啱食咗啲，啱啱趴咗嘢。嗰粒牛丸嚟噶，系嘛咁大啦。不要再过来啦。好，拜拜。我仲有咁多血嘅，因为我哋大乔好低攻噶，其实靠啲无双慢慢屈死佢啊要。但系好得意，佢中咗大乔啲技之后咧，身体侧边会有烟出噶。救命救命，系咩？轻轻地个人系咪啊？应该越泼越轻，知啱嘅，越泼越轻。唔系佢咪嬲咋？佢唔开心啊！我哋跳晒舞咁助兴都唔开心。粉碎吧！粉碎吧！请不要再过来！啊，唔系喎，派先生其实又系迟啲会帮我哋噶，我哋要留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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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阻就佢先。挡挡先，几招吗？我不敢输。喂，落到第二个位，电火姐姐，小心啊，得翻半行血咋？
喂，转第二个，系边啊？夏之前，过来啦！有事先，佢有事先啫。我呀，佢执鸡啊！好多嘅嘢，打死我哋嘅。诶，佢咩啊？死咗啦！耶，人咗啦！挂咗耶！望望先。诶，唔系话未死啊，未死啊，仲有格仔血啦。诶，系喎。接招吧！变形机，搞掂耶！升埋 level 添啊！是吴输了。喂，我哋又多个劲人入我哋东吴啦。这就是小霸王孙策的军队吗？规模庞大。好啦，最后呢座城呢条友我打埋佢先。冇难度啦，剩低呢个二打六。好大众面嗰啲咧，真系。啲 KF 咩嚟噶？升起佢先。接招吧！住一住佢先。快啲攞个三角处决技我。啊，大乔系难打啲嘅，有啊，低攻啲。搞掂，完成任务。不愧是我的姐姐。小乔都赞我哋啦。可恶！可恶的孙策，居然如此狂妄！老子会为你招致灾难。好，如此一来就控制了江东一带，大家为胜利而欢呼吧！我们胜利了。父亲，你都看到了吗？哇，原来这个大只佬是王盖啊！孙吴屹立于江东，如此一来，孙策大人也会名扬天下了。阿俊，你对大只佬真是情有独钟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主公的梦想由孙策大人实现了。别哭了，韩当，当心小辈们嘲笑你。谁也不会嘲笑的，程普，毕竟是大家齐心协力争取来的战果啊。大家梦想成真真是太好了。嗯，是啊，这可是我们大家的梦想。各位，干得漂亮！全靠你老婆啫，今晚要好好赞赏佢啊！嗯，能帮上孙策大人的忙，我也很高兴。孙策，我把太史慈带来了。系啊，头先同你老婆邂逅嗰个太史慈啊。我已无怨无悔。也无意作为败将受辱。好了，孙策大人，请看下吴的首级。太史慈，丢了性命可不是什么有意思的事情。不过，既然你如此轻视自己的性命，把你的性命交给我怎么样？你说什么？以前这样请人的。我想让孙吴变得更加强大。即系我请你翻工，阿俊，俾条命我，系咪啊？卖命，日日做，唔使做咁多啦，做十八个钟就差唔多噶啦吓。要使这里更大、更强，能让百姓安居乐业，否则我们根本没必要占领此地。为了实现这个心愿，我需要你的力量，孙策大人，你愿意？让吴一同分享这个梦想吗？嗯，那是当然了。太史慈，从今天起，你就与我们携手同行了。有冇最低工资俾啊？讲咩钱啊，太史慈？你系自雇人士嚟嘅啫，粮都唔知有冇得出啊。佢都答应我，唔知点解嘅。策兄还是那么随性。哇，你喺孙尚香。第时系留俾老婆，我真系辛苦嗰几年，真系阴功啊！嘥咗，嘥咗，系咪啊？唉，真系嘥晒。是啊，但孙策的气势和热情都令人心折，甚至足以点亮昔日敌人的心灵。今后一定会有更多如太史慈一样的人出现。公主，孙策一定能向着天下展翅高飞。他和孙吴。才刚刚迈开脚步。好啦，今集我哋玩到嚟呢度啦，阿大乔，东吴嗰边故事咧，其实都好励志，真系可惜历史上
阿孙泽咁早死，阴公。加上佢老婆咁靓，好唔抵咯，我觉得。唔紧要，我哋收拾心情，下集我哋拣个第二个女角再用过，好冇？下次拣边个啊？应该先谂啊，下次再见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